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家。我要去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你们要注意安全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哦，那边亮亮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们能玩吗？当然，我们开始吧。有紫闪的火焰，发出闪闪的光，用手去摸一摸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烧伤。不不不不。不要靠太近，好烫好烫烫烫烫，噗噗，好多蒸汽从云斗中飘出来，和云斗一起玩耍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烫伤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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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玩具。也记得打开红色龙头哦，烫烫！不要触摸烫伤处，寻求大人来帮忙。流动冷水，冷却一下，直到脓包慢慢退下去。不要摸，不要碰那些烫烫的东西，在触摸之前记得问问大人们，千万不要忘了这些提醒哦。好的。炉子上的火焰出闪闪的光，用手去摸一摸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烧伤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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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靠太近。好烫好烫烫烫烫，噗噗，好多蒸汽从云斗中飘出来，和云斗一起玩耍，那一定变得很有趣。如果你摸它，你会被烫伤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它不是玩具。好烫好烫烫烫烫，洗澡的时间到，刷刷感觉真舒服，我们打开蓝色龙头，也记得打开红色龙头。好烫啊！不要触摸烫伤处，寻求大人来帮忙。流动冷水，冷却一下，直到脓包慢慢退下去。不要摸，不要碰那些烫烫的东西，在触摸之前一定记得问问大人们。嗨，朋友们，快来碰碰胡 Plus 畅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